好，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支点：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权益法没什么说的，这是第一大重点。前面所学的东西都是为它服务的。好，下面来看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那么应该按照权益法核算。好，那么投资方在判断对被投单位是否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共同控制对应的什么？合营，重大影响对应的是？ 联营没问题吧？好，那么应该综合考虑直接持有的和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的股权，从这儿开始了解，知道这么个事儿就可以了。在综合考虑直接持有的股权和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的股权后，那么如果认定投资方对被投单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个别报表中你按权益法核算。 所以投资方进行权益法核算，那么仅考虑什么？直接持有的部分，仅考虑直接持有的部分，间接持有部分以后再说。合并报表中，投资方进行权益法核算时，应当同时考虑直接和间接的。合并报表中考虑直接和间接的，但是在个别报表中仅考虑直接的。知道这话就可以了。好，那么权益法定义。 这个定义，我想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内容。大家在学这个权益法觉得特别特别难。这个权益法呢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方法应该说，呃，产生的年头应该很久很久了。我记忆当中啊，应该蒸汽机，蒸汽机发明以后，这个权益法核算就出来了。再来看一下，权益法是指投资以初始投资计量以后，在 投资持有期间，根据投资企业所享有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份额的变动，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所以，初始投资以后，被投单位实现利润了，我要调增或调减被投单位啊，其他综合收益它增减，我也要增减。那被投单位只要发生了引起所有者权变动的部分， 我在权益法下都要随着被投单位所有者权的变动而变动，而调增调减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损益或者确认什么呢？确认所有者权益。所以这个定义的理解非常重要。从定义上可以看出，权益法和成本法处理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权益法要根据被投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的变动。 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调整，而成本法不需要，成本法不需要，所以在权益法下设置四个明细科目：投资成本、随意调整、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变动四个明细科目。而成本法呢，成本法它只有一个名义科目，只有一个名义科目叫投资成本。有人说没听说，准则中写着，呢，但你不用管它。所以权益法下四个名义科目。 那么这四个明细科目在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被投单位所有者权变动类型是什么，用到这个明细科目不一样，用到明细科目不一样，别用错了。所以成本法没那么多事儿，就一件事，宣告现金鼓励，权益法事儿多了，四件事儿。那么第一个明细科目就是用这个科目长期股权投资二级科目投资成本，什么情况用这个明细科目呢？第一。 初始投资时，那么第二对初始投资的调整，那么调整少给钱了，多给钱了，就这意思啊，少给钱了，那么要调。所以只有这两种情况用这个明细科目。第二，被投单位实现净利润，这是第一个；亏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分配现金股利，这三个，这三个内容实现净损益啊，或者分派现金股利的时候。 那么用到的明细科目叫损益调整，所以对方实现利润对方亏损了，对方宣告鼓励了，那我用的明细科目叫损益调整。好，第三，用的长期股权投资二级科目其他综合收益是指被投单位它的其他综合收益它增它减，那我也增我也减。第四，被投单位除上述内容以外的以外的上述内容。 什么内容？上述什么内容？除了净损益，除了分配现金股利，除了其他综合收益以外的所有者权变动，都放到这个明细科目中了。其他权益变动，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所有者权变动类型什么，那么用的明细科目就不一样。记住这点。好，现在我们开始展开来讲了啊。 一个一个明细科目来讲，展开来讲，第一，投资成本明细科目的核算，第一，在权益法下，它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等会儿，初始投资成本等于什么？初始投资成本等于什么？说背公式，等于，等于，实际支付的价款或者是拿非现金对价含税公允价加相关税费，我说话对吗？ 加相关税费，我说话对吗？正确。总而言之，公允价含税公允价加相关税费作为权益法下的初始成本，我说话没毛病。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份额，多给钱了。那么这一部分的差额是投资方在取得投资过程中通过作价体现出的，与所取得。 股权份额相对的商誉的价值，这个商誉，那么实质的内涵商誉指的是内涵的商誉，这个商誉是不需要单独核算的啊，是不需要单独核算的。这个内涵商誉的词儿是最近刚出来的，啊，最近刚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求调账面价，不需要调，不需要对初始投资么调整，不需要调，完事儿了。 啊，多给钱了，说完多给钱了，应该给一百万，我给人一百二，要不然人家不卖，人家不卖呀，那没办法呀，那我多给人二十万，人家卖了，对，多给钱了。所以这个内容注意一下啊，个别报表这没有合并报表事儿啊，这没有合并报表事儿啊，所以这一个内容不确认就行了啊。第二，如果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考的最多这个，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份额的。 二者之间差额体现为什么？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转让方的让步，转让方啊让步了，为什么呢？急于卖，你知道吗？他缺钱了，没办法，急于出手，转让方让步这一部分的经济利益的流入，那么视同什么？转让方对我的捐赠，对我的捐赠，所以这一部分内容计入当期的营业外收入，同时调整长投账面价值。 这个要求大家更加要注意第二种情况，考的比较多。第二种情况，好，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唯独第二种情况要单独编一笔分录，借长投二级科目投什么？贷营业外收入。第一种情况不需要。好，用例题来说明。二年三月份，A 公司取得 B 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支付价格七千，取得 B 公司股权后。 能够对 B 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施加重大影响。一看到这句话“施加重大影响”，那么就是对什么？对联营企业投资，后续计量用的是权益法，对吧？资料一，取得投资时，被投单位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两万万元，假定公允等于账面。要求根据资料一判断是否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并说明理由。别分了，几万。 三问，三问是否需要调？一问，第二理由一问，第三分录，一问，考过吗？我们中级经常考这种文字题，经常会考用文字来吧。不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看我怎么答题啊！一定记住我答题的方式啊！不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理由：长投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那么这个金额支付价格七千。 大于投资时点被投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啊公允价公允等账面两万乘以百分之三十二三得六七千大于六千多给钱了多给钱了那么这个一千就内含商誉已经含在在成本中了调吗不调账再分录一笔分录借长投二级科目投资成本贷银行存款七千完事儿这是第一种情况，简掉。 假定取得投资时，被投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改两万四了。要求根据资料判断是否需要调整长投账面价值，说明理由并分录。几问呢？三问。答：需要调整长投账面价值。一问理由：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成本是还是那个支付价格是七千万，但小于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两万四。 乘百分之三十，七千二。那么七千和七千二，看见了吗？差多少？差两百万吗？对吧？那么这两百万怎么办？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翻录，写一笔，写两笔都可以啊。我们在这可以写一笔，可以写两都无所谓。借长投二级科目投资成本，我写两笔，七千贷银行七千。第二笔再借长投两百贷一外收入两百，写一笔写两笔都可以。但是要提醒大家啊。 如果用银行存款对价，写一笔写两笔都可以。除此之外，其他对价一定要写两笔。其他的啊，对价，比如拿固定攒对价什么之类的啊，那么一定要写两笔。就这种情况，可以写一笔两笔都可以。好，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问题。现在问题又出来了。特别提示：初始投什么多少？以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初始投什么多少？初始是七千，初始是七千。 调整后长投入账金额是七千二多两百，那两百是调整后的金额，那么是多两百万。所以长期股权投资二级科目投成本入账价值最后是七千二。好，那么接着往前走，代理业外收入了交税吗？交企业所得税吗？税法不认可，在税法中当中啊。 长期股权投资，他只认可那个成本法，权益法他不认可，所以这两百万需要纳税调减，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所以需要纳税调减，不就完事儿吗？很简单。好，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什么？投资成本没有什么难度啊。好，第二难的就是它了，难的就是难透了，这个水调整，哎呀，把学生坑苦了吧，把学生真的是。 明细科目，这个明细科目挺麻烦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比注册师还要省事儿。那注册师那题比这还麻烦呢，知道吗？我们中级这块儿没那么复杂，考试时告诉大家没那么复杂，别想多就行了。来看一下，第一，对被投单位实现净损益，一个损一个益的调整，也就是对方实现利润，对方亏损了。 利润或亏损了，那么我们用这个明细科目。下面来看，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投时，那么在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摊的被投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或亏损时，在被投单位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我要加以调整，要加以调整，要考虑下面因素加以调整，啊，并不是说直接拿。 被投单位的账面净利润长持股比例，可以吗？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投资试点没有评估增值，如果投资试点没有评估增值，没有评估增值情况下，那么这个净润不调了，明白吗？这个净润不调了，这种情况考候能占一半，特简单，要不特简单吗？对吧？那么第二，如果有评估增值，有评估增值，那么这个净利润就应该怎么办了？ 调难的就是调这个有评估增值了就要调了，没评估增值，那么这个金额不需要调，知道了吗？一对投资试点调整，我说的就是投资试点的问题啊。第一，被投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期间如果与投资方不一样的话，那么首先要调成一样的。比如我对你投资，我对你投资啊，然后呢，你的政策和我政策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要调成一样的吗？以谁为准？当然以我为准，以投资方为准啊。所以应该按照投资方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这是第一，知道就可以了啊。那么第二，麻烦就麻烦在二这块了。以取得投资时被投单位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公允价为基础，那么计提折旧和摊销额。 以及后面了解，就关键在这儿。如果投资试点有评估增值的话，有评估增值，评估增值从考试角度来讲，无外乎就是两大类或者三件事儿：存货一大类吧，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叫固定散无形散，那么这可以做一大类，可以。那么这两个评估增值一般不会考减值的，从来不考减值，都是评估增值。 如果评估增值的话，那评估增值这一部分的折旧额，我们应该考虑计提。评估增值这一部分折旧额难就难在这儿。好，此外了解，此外了解。如果被投资发行了分类为权益的可累积的优先股等类似权益工具，无论被投资是否宣告发放这个优先股股利，那么我们在计算净利的时，这部分要扣掉。为什么扣掉？不是我的。 这是优先股的，我们都是普通股股东，人家是什么优先股股东？所以这块内容一定要注意是，是是可累计的啊，只要是可累计的，宣告不宣告都不是我的，都不是我的，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必须要扣掉，了解小题就可以了啊。好，这是一个啊，重点在这块儿，重点在这儿。那么根据被投位实现的经调整后的净利润。 那么借长投二级科目损益调整，贷投资收益，亏损做反分录。好，先看一六年考题。好，我们先来看求什么？求求甲公司该项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金额多少？报表中列示的年末的金额多少？简单吗？简单，来吧。一五年一号，甲公司银行存款是两千五，两千五。 那么取得乙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具有重大影响，所以权益法。当日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是一万两千，公允等于账面，公允等于马上想一个事儿，多给钱少给钱了不是吗？一万两千嘛，一万两千乘持股比例，持股比二十，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零点二。那么这个算出二得四是两千四，显然初始成本两千我大于份额。 多给钱了不调账，多给钱不调账，所以到这为止账面价还是这个两千五对吧？还是两千五。接着往上走，那么乙公司一五年实现利润，这个利润用调吗？不用调了，投资性有评估增值没评估增值？刚我说了没评估增值，没评估增值这一千不需要调了，直接乘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不就完了吗？多么简单呀！所以来看一下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长投。 报表列报金额就是两千五加上一个实现的利润乘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两千七，所以第一，初始投资时借长投贷银行存款两千五，初始投资两千五大于份额两千四对吧？所以不需要调整长投账面价值，那么就是两千五了。后来呢，实现利润，这个利润用调吗？不需要调，因为投资时间没有评估增值。 所以直接拿这个净利润乘以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两百借长投二级科目损益调整，贷投资收益两百，贷投资收益两百，完事儿。考一次这种题了啊？好，再接着看，下面我们举一个完整的例题。这个例题就是权益法的核算，这个题是会计准则中题目，和我们教材题差不多，我只不过换了一个数字而已了。另外，我把这表格重新调了一下，调的目的。 条的目的，考试的时候告诉大家，各种各样情况我都包含在这张表中了。下面来看，甲公司有关投资业务资料如下：资料一，甲公司二一年一月一号告入乙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自取得投资之日派一名董事参与乙公司财务、生产经营。停，停，先问第一件事儿。 这道题没有，我现在加问了，加一个问题啊，你们回答啊。判断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方法，并说明理由。说吧，后续计量方法并说明理由。答：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方法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句号，理由冒号，怎么答啊？复制粘贴啊，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那从哪儿占啊从这儿始，从这儿占吧自取得投资日起，派一名董事参与乙公司财务生产经营决策。逗号，零点五分，还有个零点五分，什么？说明？说明甲对具有重大影响，重大影响，所以扣题，采用权益法核算，这分到手了吗？到手了，就这么考，知道吧？接着往上走，取得投资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是六千。 公允是六九二零，那么评估增值了，评估增值了，评估增值九百二，六千六九二零不差九百二吗？对吧？好，那么差额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张表格当中了啊。那么这个表格当评估增值看啊，那么评估正是评估两百六百，200, 600, 这六百了吧？那么六百再加上一个加上一个三二零，这不是这九百二吗？ 对吧？所以这个金额啊，加在一起，加在一起，九百二，没问题吧？好，我的数字都不是瞎给的啊，那么一定是有勾结关系的。再来看啊，横着看啊，存货账面金额是五百，公允价是七百，评估增值了，评估增值两百，评估增两百，这是第一个。那么紧接第二个啊，第二个，再接着看，那么固定资产。 原值是一千，那么对方乙公司预计使用年限二十年，已提折旧是四年。好，那么已提折旧金额咱会算了吗？会了吗？一千除二十年，全部年限二十年，乘以四年是两百。好，这个资料都已知了，这资料都已知了，再往下接着走，公允价一千二，好，评估增值多少？一千二减掉八百，是不八百万？看到吗？Hello? 那么一千减掉二百八百，一千二减八百，那么是四百，评估增值四百，接着往下走。那么甲公司取得投资剩余年限剩十六年，是十,十六年哪来的？二十年减掉已提折旧四年，剩十六年。我这勾稽关系非常清晰。无形资产原值六百，预计使用年限是十年，已使用年限两年，两年摊销额上面折旧下面摊销额是一百二。好，那么公允价八百。 公允减账面三二零，对吧？减出来了吧？那么剩余年限八年，十年减掉两年，八年，我的数字都有勾稽关系的。好，再接着看，上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属于乙公司管理用资产，按直线法摊销提折旧。那么存货呢？至年末对外卖了百分之八十，对外卖了。假定乙公司二一年实现利润幺二二五。 双方政策期限一样，不考虑啊所得税。要求根据资料一计算乙公司二一年调整后的净利润，然后列分录。好，下面看答案。我有两种方法，方法一和方法二。这两种方法大家都应该掌握。考试时目前用的比较多方法二，我们教材讲的方法一，但是方法二在考试用的比较多，方法二简单。 好，我们把前面那表格我给大家截屏截过来了啊。好，第一个存货，存货啊，那么下面固定资产、第三无形资产这三个内容，投资时点评估增值啊。好，调整前利润幺二二五幺二二五都超过来了啊。那么第一个存货，存货评估多少？评估增值的是多少？两百，至年末卖了八十，卖了八十，我要调减利润。 再减掉两百，减掉两百乘八十，减掉两百，这是两百乘八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也就是说，我对你投资，我对你们对外销售商品结转销售成本是按照五百0百分之八十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但是我现在对你投资以后啊，咱俩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在一个整体当中。 我们应该按照评估后的金额结转销成本，那么评估后金额多少？是七百，应该七百0百分之八十结转销成本。所以你们结转过了五百乘八十，少结转了两百乘百分之八十。我要替你们结转少结转销成本。为什么减号？因为我借主营业务成本带库存商品，那么利润减少了，这不？利润减少，这不减吗？这不减吗？这不减吗？这第一个，第二个。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从我们咱俩是一个整体情况来看啊，那么固定资产应该按照公允价值，公允价一千二除以上可使用年限十六年，十六年来提折旧。但是你们提过了，你们提多少？你们按照原来的原值一千除以原来年限二十年提的折旧，扣掉你们提的折，我补差，对吧？那我这么算行吗？我直接拿上，我直接拿。 评估增值的金额，评估增值四百不就完了吗？那么直接拿这个四百除以上可使用年限十六年不就完了吗？这俩一样吗？这俩一样的吗？这俩一样的，这俩完全一样。接着看无形资产，无形资产评估价值是八百除以上可使用年限是多少？是八年，扣掉它原来已经摊了销了六百除以原来年限，六百除以原来年限，对吧？ 或者说我直接拿评估增值的净额三二零，直接拿三二零除以上可使用年八年，俩结果一样吗？俩结果一定一样的，计算吧，俩结果都是一千。两种方法大家一定要掌握，其中第二种方法更加重要，所以要补提补提折旧补摊销。为什么补提？对方少提折旧了？为什么减号补提折利润不减少了吗？ 这块为什么减号？我结转销售成本，利润当然减少了。所以调整后的利润是一千万，调整后的利润再乘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两百万。借长投二级科目损益调整，贷记投资两百万。这万。这就完账不法了，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年，第二年，假定乙公司二年亏损了四百零五万，调减账面价值。好，甲公司取得乙公司。 投资时那个存货去年卖了八十，今年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全卖了，全卖了。好，要求根据资料计算乙公司二年调整后的利润编分录。好，调整后的利润我们用方法二。好，调整前的利润负的四百零五。老师，你干嘛写负的？亏损了？我这写的利润呢？这不个利润吗？ 要不然你要写亏损的话，正的四百零五，所以一定给我匹配了，这是利润我写的是啊，负的四零五，接着减掉存货至年末全卖了，所以两百万乘百分之二十结转，它少结转的销售成本，所以前面减号。那么再接着看固定资产评估增值金额四百，减掉四百除以十六年，为什么减？因为我是因为我在这块是利润调减利润。 你前面为什么负的亏损？这块不也相当亏损吗？如果你这块写的是调整后的净亏损，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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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挣的，就这个内容，我觉得没什么内内容吗？好多学学生老问这问题。这一块注意，我是前面大前提是净利润，所以我得用负的。考过吗？考过。调整后的净亏损，那么挣的四零五，挣的这、那个挣这个挣这个可以了啊。好，接着看。 无形资产是三二零除以上可使用年限八年，所以调整后的净亏损正的五百一，我说对吗？正的五百一对吧？调整后的净利润负的五百一，好，分摊的亏损净五百一乘百分之二十，调减账面价值，借记投资收益，贷长投二级科目损调整。为什么走损益调整？因为是利润类型，利润类型走损益调整。好，这就是。 投资时点的问题啊，所以投资时点如果没有评估增值的话，就不需要调了；有评估增值就得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内部交易调整，内部交易调整要注意啊，也要对净利润调整，但是和投资时点没关系。投资时点有没有评估增值这块都需要调，都需要调。对于投资方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即投资方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的损益，那么怎么办呢？按照应享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方部分予以抵消，归属于我们的自己的部分抵消啊，人家的不抵消，那我管不着人家，我们自己要抵消，不抵消就虚增了。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 A 你 B，我对你投资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 咱俩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圆圈，看到吗？大圆圈一锅粥吧，一锅粥吧，就不一锅粥吗？熬了一锅粥，对吧？我 A 对 B 头，咱们是一个整体了。我从这边舀一勺子粥，我放到锅的这边，你看看吗？这个这锅粥的总量变了吗？没变呀，总的量没变啊，这不内部交易吗？如果说你在这不抵消，不就虚了吗？不就虚增了吗？所以这个内部叫应当于抵消，这个抵消不是边抵消分路，这个抵消就是。 减掉的意思，减掉意思。好，然后在此记上，再确认投资收益。那么，投资方与被投资发生的内部交易损失，损失后面也会讲到的。如果是按照资产减值损失原则处理的话，那么就不调减了，全额确认。后面再讲这句话，难是难在这一句话之前的。 那未实现内部交易的损益，应该分别两种情况：顺流和逆流交易。好，什么叫顺流？什么叫逆流？比划比划就完了吗？咱俩比划比划啊！我给你比划比划啊！我对你投资，我我 A 你 B，我对你投资，看好了啊！我对你投资，我手里拿这个笔，看了吗？我就手里拿这杆笔，这翻页翻页的啊！这是笔，是存货吗？好，存货减量，这个东西注意是我的。 我卖给你了，我对你投资，我卖给你了，你没卖出去，是是,不是顺流吧？我对你投资，我卖给你，是不是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这叫顺流交易，明白了吗？逆流呢？我对你投资，这个笔是你们的，你卖给我了，我没卖出去，反方向，我对你投资，你卖给我了，反方向嘛，这叫什么逆流交易？不就完了吗？强调内容，你管它逆流顺流呢？ 无论顺流逆流，只要是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在这儿都得给我抵掉啊，都抵掉就可以了啊。好，所以在这儿啊，总结，投出或出售资产的顺流逆流都应该抵消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这俩要投出了解可以了，投出比照顺流。好，下面我们分别来讲，第一，顺流逆流交易形成存货。 无论是流逆流账务处理一样，那么形成存货。好，下面我们来看一道计算分析题。甲公司21年1月份取得乙公司20%的表决权股份，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担项？一看到这个字眼、啊、就应该知道权益法了吧？假定甲公司取得投资时，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和账面价相同，说明什么？没有评估增值。 投资试点被评估增省事了吧？只有内部交易了啊！不考虑增值税，也不考虑所得税。好，二一年十二月份内部交易了。首先，第一个资料，乙公司二一年全年实现利润五零六零。假定一逆流，我对你投资，你卖给我，你是乙，我是甲。乙将成本八百万的商品，以千万的价格卖给我甲了，我甲作为存货至年末。 卖了七十，我抵的再说我抵的是没卖的啊，有人是成比例了，成不对。我抵的是没卖的，未实现的，对吧？其余三十形成存货了，对吧？三十没卖，七十卖了，形成利润就不用管它了啊。假定顺流交易，甲公司将成本八百万的商品，一千万的价格卖给了乙，乙公司呢作为存货。好，至年末也是一样的，卖了七十。 有三十没卖，我抵的是没卖的百分之三十，抵的是没卖的三十。无论顺流逆流都是一样的啊。好，那么要求计算并编分录，来、啊、吧。无论哪边都一样的啊。调整后的利润等于调整前的利润一，已知是五零六零，减掉未实现的，不就是一千减八百两百吗？两百为什么乘三十？为什么乘三十？啊，为什么乘三十？我抵的是没卖的。 百分之七十已经对外销售了70，七十对外销售30，三十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形成的是存货，那么存货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我不要抵掉吗？所以我成了三十。好，那么调整后利润是五千，然后再乘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那么借长投二级科目随调整待投资收益，那么金额是一样的，分录都一样，一千。 好，这是第一年，第二年，二年，上年剩下三十的存货也全卖了，去年没卖的你不减掉了吗？未实现不减掉了吗？今年卖了再给我加回来，这就加的问题，加回来。好，二年实现利润八千万，好，还是一个算和分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分录很简单，借长投二级科目损益调整，贷投资收益。问题是金额怎么算？那么是。 这个八千两边一样，加回来是加号，看见了吗？两百乘百分之三十，去年是没有卖的，减掉是减号，今年卖了再加回来，只有内部交易才有加一说，投资时点没有加的问题。那么再加回来，加上两百乘三十，那么这样算出来的金额是一六一二，乘十五一啊，然后再乘持股一百分之二十，出来了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顺流逆流交易而已了。好,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顺流逆流形成固定散我们中级考过，书上没有例题，但考过小题。来看一下，甲公司资料如下：一二年一月一号，甲公司取得乙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能够施加重大影响，权益法。二二年十月份，甲公司将账面价值六百万。 以九百万的价格卖给了乙，谁卖谁无所谓。这道题是甲卖乙了，顺流。那么乙公司将取得商品作为固定资产用了，年限十年，残值为零，按直线法提折旧。投资时投资时点，公允价等于账没有评估增值省事儿了。那么二年实现的利润告诉我们是多少？<对>一千万。那么来吧，这是。 我们所讲的一个资料啊，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甲公司二年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分录。那么，第一，首先分录先别管它，我们先来算调整后利润。调整前利润是一千万，减掉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不就是六百和九百差额吗？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九百减六百，600, 那么含在固定资产价值中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减掉吧，加回来。 加回来三百除十年乘十二分之一，为什么加回来？因为提折旧了，提折旧影响损益了。这个影响损益是增减，你别管，不要管它啊。再加回来，因为十一月份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从下月开始，所以只有一个月乘十二分之一个月。这块要考虑当月增加的这问题了啊。所以加回来三百除十年乘十二分之一个月。 好，括号调整后利润再乘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一百四十点五完事儿了。这第一年啊，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么以后各年仅考虑这个因素了，只考虑加回来以后各年通过提折旧实现的利润。好，第三种情况，投资方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无论顺流还是逆流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的损失，损失。 这个损失如果是属于自然减值造成，那么不要管它，就不需要抵了。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看例题：甲公司持有乙公司百分之二十的有表决权股份，采用权益法核算。甲公司取得投资时，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和账面价值相等，投资时点没事儿，对吧？好，也没有内部交易。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甲公司将乙批。 账面价值是一千万，以六百万的价格出售，卖亏了，对吧？也就是说，我的收入是六百，成本是多少？一千，卖亏了四百万，亏四百万，对吧？好，那卖亏了啊，接着往下走。假设损失中有三百万是自然减值造成的，三百万是自然减值本身造成的，那么这个不用管它，四百万扣掉三百万，还剩一百万。 至二一年末，该批商品还没有卖出去吗？卖了，卖了百分之四十，出售百分之四十。我抵的是没卖的，我抵的是没卖的，出售四十啊。接着往下走，二一年实现利润是告诉我们是两千万，不考虑所得税。那么问，应确认投资收益多少？很简单，那么甲公司在该项内部交易中亏损四百万，这四百万当中，其中三百万是。 商品减值引起的不需要调，剩下的剩下的还要考虑，所以这一百万这一百万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我再说一遍啊，百分之四十卖出，我底子是没卖的，底子没卖的，再乘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持股比例百分之十，这部分内容应该考虑。所以在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啊，调整前利润两千加上这一百乘百分之六十，干嘛加呀？ 这是亏损，这是亏损加回来，利润是调减，亏损是调增啊，对吧？所以甲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是调整前利润是两千，加回来再说一遍，负四百都要亏损四百吧，那么有三百万啊，亏损三百万不用管它，那么还差一个一百万，亏损这一百万我们在这考虑吗？考虑，所以加回来为什么加？亏损加。 乘以百分之六十，我抵的是没卖的，卖了四十六十没卖，所以乘百分之六十。括号调整后的利润再乘持股比例，这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算出四百一十二。答案选择 D，就这么回事明白了吗？好，这是一个内容啊。好，到了为止，我们把这个损益调整的内容，我们讲损益调整最难就最难就难在这儿了。下面来看一七年的考题。 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投的时候，确认投资收益时不需要考虑，不需要考虑顺流逆流，错了吗？错了，考虑吗？当然考虑了。好，我们再总结一下对净利润调整两个大块啊。第一，投资试点，考试时也可能俩都考虑，也可能只考虑这个或考虑这个，或者俩都不考虑，就这么几种情况。第一，没有什么都没有；第二，只有它没它，或者有它没它。 你知道吗？就这么几种情况呗，或者俩都有，俩都有这种情况也考过。所以第一个投资试点，投资试点如果存货评估增值了，评估增值我讲课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卖一件减一件，卖两件减两件，永远是调减。为什么？因为我这道评估增值都是增值啊，没有减值。卖一件减一件，卖两件减两件，卖八件减八件，明白了吗？没有，没有。 加回这一说都是调减利润。第二，投资时点啊，固定资产无形的评估增值了，评估增值的部分补提折旧是调减，没有加一说啊，调减利润。其中，投资十点评估增值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如果是一月一号投的资，如果一月一号投的资，那么假定都是十年，都是十年。 在这种情况下啊，评估增值的部分除以十年，没问题吧？一号投资啊，注意的问题啊，呃，无论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都是乘十二分之十二，都乘十二分之十二，十二分之二约掉就不用管它了啊。你别给我弄一个什么呃十二分之十一，你别给我想那个儿什么当月增加固定资产不提折旧，这个没有这问题。我是替对方提折旧，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替对方提折旧，明白了吗？好，这是一件事儿啊。 这是一个叫投资试点，那么第二内部交易，内部交易不构成业务的构成业务不用管它啊，我们这块儿就不用管这话了。第一存货当年没有卖的存货，没卖，我抵的是没卖的，听懂吗？没卖的，我调减利润，以后卖出去，那么再怎么着加回来，这才有加也说，才有加。好，那么固定资产呢？ 固定资产的话要注意这个内容，要考虑什么？当月增加固定资产不提折旧，这要考虑了。无形资产当月增加，当月要考虑摊销了。这个不需要，这个需要啊。那么第一年，第一年，那我抵的是没卖的，所以毛利额要调减，毛利额调减。那么第一年补提折旧再加回来，以后各年都是加回来调增，以后各年都是加回来的意思。 这是告诉大家难就到这个程度了，绝对超不过我讲难度，而且考试大多都是，要不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要不然只考一个，啊，要不然有那边要不然有这边，很少俩都出现，很少俩都出现，有吗？考过但不经常，所以大家呢不要那么去担心。好，下面呢我想在这举个完整的例题来说明一下对净利润调整问题。 下面来看，二零年一月号取得乙公司百分之二十有表决权股份，施加重担影权益法。一、投资时评估增值了、啊，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和账面价值差额评估增值三百，评估增值三百万。这三百万，其中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是两百万，然后还有一个直线法啊，然后另一项呢是存货。 存货是存货，评估增值多少？是一百万，俩也加，看好了三百万吧。好，那么这里面一共一百件啊，一共一百件，毛利是一，成本八，公允九，毛利是一吧？是一。我为了省事儿，这是第一个资料。第二个资料，内部交易资料，谁卖谁无所谓。二零年五月份，我什么投资？一月号投资，五月份，甲公司将两百件的商品出售给乙公司。 每件成本六，售价七，毛利还是一啊？乙公司取得后作为存货。好，接着看，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六月三十号，乙公司将一件商品出售给甲，逆流了，成本一千五，售价一千七，毛利是多少？两百万，毛利两百万。那么形成固定资产了，形成固定资产，按十年提折旧。好，再接着看三。3 乙公司各年实现利润都是两千六，好，只算调整后的利润啊。结果我不需要结果，我只要过程啊，只需要过程。那么来吧。第一，第一年啊，至二零年末，乙公司对外销售了是四十件产品。我说过，投资试点 A 卖一件减一件，卖四十件减四十件、啊。呃，B 商品，B 商品多少件？我刚才忘了。 B 商品多少件？B 商品两百件，两百件。这卖多少件？卖了是一百三十件。我抵的是没卖的两百件，减掉，减掉这一百三十件，我抵的是没卖的七十件，没毛病吧？没卖的七十件。好，那么下面来看资料，在下面啊。第一个，调整前利润两千六，减掉投资失点。 固定在评估增值两百，两百除十年，一月号投资，别给我乘十二分之一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投资十六点评估增值 A 存货卖了四十件，减四十件乘毛利一九减八，卖多少减多少，然后再接着看内部交易。内部交易刚才说了七十件没卖，我抵的是没卖的，减号在这儿了啊，减号在这儿，减掉七十件乘毛利七减六。6 看到了吗？七减六，6, 这不七吗？这不六吗？然后再接着减掉六月三十号已卖给甲的形成固定资产，我抵的是没卖的，没卖的两百万，减两百万，对吧？加回来两百万，除以十年除二，为什么呢？六月三十号利润实现了，加回来，算出二八零。看到了吗？这就是它的处理方法。再说一遍。 两千六减掉投资十点，这个是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两百除以十年，一约好投资，别给我乘十二分十一就可以了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存货，存货 A 商品卖了四十件，减四十件乘毛利八和九的差额，对吧？再接着减掉内部交易，内部交易是两百件卖了多少？卖的是一百三十件。 我抵的是没卖的，没卖的七十件，减号在这儿呢，减掉七十件成毛利，七减六，那么同时六月三十号形成固定产了，存货形成固定产，那么减掉未实现销售利润两百，加回来两百除以十年除以二，通过提折旧利润实现了，调整后利润算出来了，这是第一年，再来一年，第二年二一年，二一年,年投资十点 A 仓又卖了二十件。 卖多少减多少，B 商品卖了三十件，去年没卖的七十件我调减了，今年卖了再给我加回来，听懂了吗？加回来啊！所以调整后的利润等于调整前利润还是两千六？减掉，固定暂评估增值起码调十年啊，调十年减掉两百除十，然后投资试点 A 上卖了二十件，我再减掉卖多少减多少嘛？减二十件乘以。 九减八，8毛利对吧？加回来内部交易，加回来内部交易，卖了三十件，再加回来三十件乘以毛利，加号在这儿呢，加号在这儿呢。去年没卖了七十件，减了吧？今年卖了三十件，七十件中的三十件卖了，我再加回来，利润实现了，然后再加回来去年那个折旧，通过提折旧，利润实现了。整年，那么是两百除以十年。 那么这两百除十和这两百除十两码事啊，两码事这个是投资试点，这、就是内部交易形成的调整后利润自己算。再接着看最后一年，二年末，A 商品全卖了，B 商品也全卖了，全都卖了，都是四十件。那么调整后利润等于调整前的利润还是两千六，减掉两百除以十年投资时点评估增值的两百除以十年，然后再接着说。 A 商品全卖了，还是投资者卖多少件减多少件，卖多少件减多少件，卖四十件减四十件，长毛利一，再加回来，不又卖了吗？那个 B 商品卖了吧，四十件加回来四十件，长毛利一，接着再加回来，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散通过踢折旧利润实现，加回两百出十，算出两千六。那么这时候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好。 那么这个题目告诉大家三年的完整的过程，你把这个题弄懂了，考试应该没问题。只需要你们掌握第一年的，只需要你们掌握第一年。好，接着往下看，我在这儿再展开说明一下啊，因为我只要求你们掌握第一年，所以这个内容在讲义中没有写啊。投资试点 A 商品一共评估增值了一百件，对吧？好了，毛利是一，对吗？我说我投资时点这个内容是。 卖多少减多少，对吧？所以第一年卖了四十件，减四十件成毛利益，第二年卖了二十件成毛利益，第三年卖四十件成毛利益，对吧？好了，代数和多少？代数和就是一百件吗？没了吧？没了，第四年还有事儿吗？没事儿了。所以卖多少减多少，第四年没事儿，一共多少？一共就一百件嘛，对吧？一共一百件，对吧？好，这有了吧？好了，再看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一共多少？两百件卖多少？两百件，两百件卖了是一百三十件，对吧？还有七十件没卖，所以第一年我抵的是没卖的七十件，乘毛利六减七一，1, 对吧？抵的是没卖的七十件乘毛利，二百件减到一百三十件，对吧？好了，那么第一年卖一百三十件没问题吧？然后到了第二年卖了三十件，我再加回来三十件。 三十件成毛利一，后面又卖了四件，加回来四十件成毛利一，造还有事吗？代数和多少？零了，是不是零了？是零了，是不是零啊？是零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是投资试点，一个内部交易的一个最大区别。这有加的问题，这有加的，上面没有加的问题啊，上面没有加的问题。注意他们的处理方法区别就在这儿。好。 那么这个内容，这个题目给大家讲了一下啊，就是对净利润调整，到此为止就这点事儿，把我的题搞懂就可以了啊。